今天，哎，今天进游戏好快，我的天！今天居然没有小霸王，太不可思议了。睡不着的人的美梦做欢迎来到英雄联盟那个公司我很熟对哎对面有太太完了怎么样这个人是会冷门弄坦被针对呢还是怎么样不知道露露能否 counter 太坦呢好好看，好好学。全军出击！大鼻子露珠。别人家泰坦。绝对不要看眼睛里的郁金香。绝对不要看。可以，艾克打野还是有点靠谱。我感觉低分段碰到的艾克都蛮靠谱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建议滑着走。闭上眼睛。这个泰坦现在我都把他 Q 上来我懂了我们就这样猥琐的躲在这里就好等着队友发育就很舒服哇哦这泰坦太猥琐了吧居然蹲在那里，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只要一小撮。不过泰坦好些，泰坦比机器人好些。你在塔下的时候，泰坦就不太过来。因为他要扛塔，很痛。都是我的。哇，我们这个皎月，中路传来捷报，好起来了。可以，后期他可以打五了。谢谢千寻的甜蜜卡丁车，还有星空飞机。谢谢 Seraphina 的火箭。好吧。哦，笑嗝儿。
哎呀，这个泰坦烦死了啦！这英雄真的讨厌，怎么这么讨嫌？双标主播关注了，咋了嘛？我自己用泰坦，我就不许讨厌这个英雄了吗？我就觉得他很讨厌。他到底去了哪里？那个梦。哦，看着不需要我们了。江江那个螳螂，哇，我们中单现在怕他被这蓝 buff 打死哦！啊，是我！我怎么被他勾住了？居然走到我脸上来勾我，太过分了！被他勾住了，好慌呀！我的眼又插在了外面，丢人。我们俩都没蓝了，这打野过来干啥呀？没瞅见我吧？没蓝呢。哦，中单也过来了。OK， 勾引一波。但我有大了。勾引失败。对面打野也来了。虚空已经标记。发生了交战，哇哦！上路诺手已经接管了比赛，是什么情况吧？两个人同时发问号就很好笑。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也是，毕竟这脚越这么肥，死了一下好亏。啊！我怎么抢了一个炮车？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妈，上路那个诺手。恐怖。就很恐怖。吓人。好了，我们中路开始友情互动。泰坦来了。K 头失败，可惜。哥又要来了，哎呦，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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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哇，这泰坦好肉啊，天哪，卡莎打他好像没什么伤害。我这样一直近不近远不远的点不到他们，我眼石都出不来，烦死了。泰坦出啥了？感觉是不是先把那个诺手给处理一下比较好，可以吧？咦，转角遇到爱了，完了，好啊，
不是，这打野自己往那边绕，然后把我们俩丢在那儿。还好我们中单比较强一些。梦魇也太惨了吧，谁杀他都能杀死，怎么这么可怜。他要排我的针眼了，讨厌，送了30块钱给他，很不爽。哎，他这可以杀得死吗？我发现这个打野卖队友真的好快，马上就跑。再也不要和这个打野走一起了。这梦魇好可怜，唯一的作用就是关灯。哎，神奇，对面的螳螂是怎么被梦魇杀死的？大哥就地回家，跑得掉吗？啊，哎呀，被抓到了，好惨啊。
是呢，本来都不值钱了，突然又有钱了。我感觉这一局打的也太难了吧。就感觉根本就没有发育啊。好像就我们，好像就我们中路发育的好一点。打大龙是什么意思啊？哇，我们皎月这伤害属实有点吓人了。我的眼石才出来，好卑微啊。去跟 AD 了，但又感觉他们会在中路打起来，要不要在中路等一等呢？感觉可以跟一下皎月，让 AD 自己去发育吧。皎月也在逛街，怎么办？跟着他一起逛街吗？哇，好多人。好可怕呀。动作太慢。那艾克还在被还在追呢。追了800米远了，到底还是死了。哇哦，他们为什么要去打那个大龙呢？不是说让了吗？
哇，这诺手好肉哦，他们有个泰坦还有这么肉的诺手，好难打。我觉得先把这大龙霸薄过去吧。好肉哦，打不动。对面 AD 在这里。他们好像要打下路哦，来了。哎呀，好害怕呀！哇，舒服！我们家要没了。
哇，这个兵线太难了吧！打起来了，这种散着打最恐怖。哇，这把要打好久，我的妈！我们要团了，走啊！没有兵线，哇！这两个人，还好我的盾够厚，不然根本救不回来。
哎呦，烦死了，没完没了，有来有往打的。死了一个我，但是并不是很有关系。死了个最菜的，应该一波了，赢了。